生活中养生，养生中生活，又和大家见面了。肾好，腰就好。肾脏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，中医认为它是先天之本，所以保护肾脏是我们养生保健的重要内容。中医认为损耗过多肾阳气，容易发生腰膝酸软、夜尿频多等等不健康的问题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的养生动作，大家坚持做，对肾脏的养生保健很好。动作如下，顶脚跟加上卧固。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叫卧固，将大拇指扣在手心，指尖位于无名指的根部，然后其余四指包住大拇指，紧紧地握住，这个就是叫做倒架的卧固。我们握好之后做顶脚的动作，抬起脚跟往下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每次做50下，每天做2组。卧固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安魂定神，卧固作用于肝经和肾经相互配合协调，使人体精气收藏，气血不散。顶脚跟这个动作可以补肾扶阳，很好的保养我们的肾脏。总体动作的作用是补充肾气，固本扶阳。方法非常非常简单，贵在坚持。喜欢的朋友请记得及时关注、点赞、转发或收藏，谢谢。